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85页，685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啊，又往生论记曰，从这看起。又往生论记曰，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神。这两句往生论里头赞叹的，天人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往生的大众。极乐世界只有两道，没有六道，就是人天两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除人天之外，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有阿修罗，啊，所以有六道。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大德大能的加持。啊，48愿第一愿就是愿自己将来成佛，佛国土里面没有修罗，没有三恶道。啊，成佛之后极乐世界果然如此。啊，那么他们出生莲花化身，不是胎身，啊，也不是卵身，是莲花化身，所以是清净智海身。清净是莲花化身啊，啊，智海是智慧大海，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由上可见，
啊，由前面会书往生论上所说的，所有众生皆是以清净具之流现，流现就是出现，啊，清净具是往生论上所说的，啊，什么是清净具？就是讲的一真法界，就是讲的当人自信啊。可是我们的自信迷了，起的作用是烦恼，不是清净。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所以个个都是无为法身，清净之体。啊，这是十方世界没有见到的。啊，超越世间，故云超世稀有，这经上讲的。不但释迦牟尼佛的世间超越了，一切诸佛刹土都超越了。在这悉皆莲花化身，真经色身，三十二相故云超世稀有。这个几句话佛当年说，这个经随顺此土世间人能理解的所说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贵相，印度也有算命看相的，啊，三十二相是世间贵人之相，啊，什么人？转轮圣王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释迦牟尼佛也具足，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三十二相，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的身像就是极乐世界所有大众的身像，跟佛平等的。那么佛有八万四千相啊，每一个相又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又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佛菩萨在讲经教学，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此地所说的是佛随顺世间之间所讲的，
真的是超世稀有。啊，色相皆如，这个如真如，色相是法性身。我们这个地方是阿赖耶境界相变现出来啊，我们讲物质现象，我们人的肉身物质现象，居住的环境也是物质现象啊，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唯心所现，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色变，我们这个世界有唯识所变，这个话要搞清楚，唯心所现的是十八度，我们这个世界原本也是十八度，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但是我们把心迷了，一念不去而有无明，唯识论里头说的，说阿赖耶一念迷了，不觉了，不觉就变成妄心，就是阿赖耶自性是真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啊，妄心必须要依真心所现的相，它把它产生变化了，变成什么？变成六道轮回了，变成十法界了啊，十法界统统是唯识所变啊，要没有唯识所变呢，它就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要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就看得懂了啊，才能看到它的真相。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唯识所变的转过来，那就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才行啊，不能转八识成四智，那就是六道十法界，转八识成四智，六道十法界不见了，到哪去了？到十报庄严土去了，十报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比它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为什么？十法界有生有灭，一真法界不生不灭，不一样啊，一真法界里没有八识，纯是自信，就是此这个论往生论里面所说的一清净具，
无为法身呢、啊？不是有为，有为是有生灭，无为是不生不灭。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必须要修道，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在娑婆世界，这个一真法界叫做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叫十报庄严土。啊，跟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是一不是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生华藏世界，唯有一门就是净土，是横超啊！啊，他一生当中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前面给诸位报告过，待遇平等，通通都享受十报土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啊，光明、寿命，通通是无量。没有生灭，没有变化，啊！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动物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的变化，矿物有沉住坏空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没有停止的。我们现在知道。一秒钟变化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变化啊！所以说这是假的，没有变化，真的。大乘教里头，真假是从这里分。啊，不生不灭，真的；有生有灭，假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四土都不生不灭。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真法界十报土不生不灭，其他的十法界六道通通有生有灭。人生活在这里苦啊，脱离六道轮回叫脱离究竟苦啊！啊，再离开十法界得究竟乐，没有出十法界，那个乐不是究竟的啊！脱离十法界得究竟乐。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净宗一生圆满。我们决定不能疏忽，不能放苦。怎样才能去？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信、愿、持名，叫三资粮啊！往生净土三个条件啊，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有丝毫留恋，
去不了。为什么？当你临命终时，这一个念头它障碍你，你就不能去了。所以这个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的。练什么呢？放下，不要放在心上，事要照做，做完了不要放在心上，这个重要。做完之后还放在心上，麻烦了，变成业了。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不能不知道啊！断恶不放在心上，不住断恶的相；行善不住行善的相，这就对了。断恶修善能帮助你提升品位。如果一着相呢，就变成六道轮回了。我相信许多同学听经多年了，知道啊。虽然知道什么，你没做到啊，你还是放在心上。行善，把做的好事放在心上。造恶，把那个恶的念头纵然忏悔了还放在心上。不能往生道理就在此地。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放心上，这就对了。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就在生活当中练，就在当下就练，不要等未来。等明天，过几天吧，过两个月吧，再过两年吧，那就坏了。这个就学佛学错了，佛经没讲错，是我们错会了意思。所以色相皆如这一句话很有味道。相如其性，性如其相，这话也不好懂。超世稀有，显同一类。下面的经文，显同一类无差别相，这样的经文怀疑的人很多，要断疑生信，怀疑就坏了。为什么怀疑呢？极乐世界那么多人，相貌都一样的，体高也一样的，长得都一样的，那都不认识了。怀疑从这来的。到底谁是阿弥陀佛？每个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怀疑从这里生的。如果不是在讲堂，阿弥陀佛坐在位置，他的位置上，我们知道那是阿弥陀佛。别人坐上去的是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我们也以为是阿弥陀佛，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名字，座位上有名字，莲花上有名字，这个好啊，但是离开名字了，像毛毛鸡一样啊，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神通啊，自然明了，自然不会有丝毫差错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最低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贤同一类，无差别相。所以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也等于是成佛了。十方世界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世间一等聪明人，一等大福报的人，他听了就相信，就真干。啊，就相信就真干，他就成就啊。啊，还有勇猛精进的，三年五载他就成就了。啊，这个世间寿命他不要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你，你抓住阿弥陀佛不放，给阿弥陀佛说：“我寿命不要了，你现在带我走。”阿弥陀佛慈悲，真的就带你走了。这样的人很多，不少数，至少往生大众当中，一半是这种情形。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你细心去看，你就看到了。啊，要不然哪有那么巧，念佛三年都走了，寿命不要了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啊，绝对不会说是，啊，从念佛那一天起，刚刚三年寿命就到了。讲不通的。啊，那么念老在此地点醒我们，此皆深悉金色云，三十二相云，生无差别云，四十八云，这三愿的成就啊，啊，真的是圆满成就了。下面这一课，顺俗故名，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极乐世界有没有天人之名？没有啊。天人之名是随顺世间。啊，我们看经文，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啊，请看注解。又彼土众生皆得神通自在，神通自在
不是小通，小通不自在，究竟圆满的圣徒。为什么？差不多是跟佛相等，跟阿弥陀佛相等啊，这还得了啊，这也是难信之法。一般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修无量劫才能得到，你不过是修个三年五载啊，怎么就得到了？怎么得到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你真正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你想这个世界的家亲眷属，啊，那你现在必须彻底放下。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自在，你真的能回来照顾他。那你的神通智慧德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你真能帮得上忙啊。啊，你要是不相信，你现在有怀疑，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人太多了，出家也不行，啊，我们在这些年当中，你看最近半年，我们所熟悉的同学，出家在家，往生不少个。啊，几个人真正往生的？我听说只有两个，品位不高，一个下品众生，一个下品往上生，都是天人种。啊，同居说的不错了。我们能得这个位置就很满足了。啊，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从一年级开头念起，啊，不断向上提升，极乐世界没有留班的。没有退学的，很快就真的生死宝土了。生死宝土无名破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极乐世界很容易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称说的这都是真话，你一定要相信。啊，下下品往生也得神通自在，也住真定之居。真定之居是什么？这是你修行的功夫，
心是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真定。真定是自信本定啊，自信本来是定的，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呢，失掉了，把它忘掉了。啊，我们这个心是妄心，六道轮回的心，它不定。怎么知道呢？妄想一个接着一个，杂念一个接着一个，妄想杂念太多了。这是迷的现象，悟的现象不动了，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点真定啊，真定才能生起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就难了，我们想定定不下来，能不能往生？能往生。为什么？往生条件里头没有真定，只有信、愿、念佛，没有真定。啊，如果讲真定，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真定，那个品位高了。这个地方的经文，是借习助于真定之举。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凡圣同居土地，到了西方世界，自然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助真定。得不退转啊，真的不退转，不是假的，实实在在借远超天人啊，他们这个功德，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天人，28层天的天人，没有人能比得上。就这两句就不可思议啊，神通，我们这边天人都得神通，不自在啊，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啊。我们这边家亲眷属老朋友，在极乐世界的人，要想意念他们，能看到他在哪里，天眼呢，天耳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有困难能帮助他，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困难，有时候很容易解决了。极乐世界那边有朋友是比我们早往生的，他看到了，他在照顾。
我们不知道。啊，到我们到极乐世界之后就知道了。啊，谁看到了？谁在帮助我们？谁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神通自在，真定，生到极乐世界就得真定。啊，你就得不退转。所以，远超天人，唯一他方都有天人，故随俗随方俗，啊，随着十方世界的习俗，而亦有天人之名。天人之名怎么来的？本经礼佛现光品，里面说的彼土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啊！这很得了啊！众宝庄严是指医宝，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众宝庄严。啊，正报呢，圣贤共住，极乐世界大圣，大圣是智，法身菩萨。啊，贤是大菩萨，通通都是阿惟越之菩萨，那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圣贤，故知是非世间之天人也。有天人之名，跟我们这天人决定不是一类也。啊，至于彼土中，所谓为人与天者，一亦即。法师的意思，由念佛坚持无戒往生的，并此一次，皆所谓人也。啊，这是说什么？这往生的人，他念佛，他持无戒，无戒是在这个地球上得人生的根本。所以你要记住，我们死了以后来生到哪里去？无戒坚持清净就得人生。这个五条真做到，从心地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你看看，酒这条戒叫遮戒。喝酒本身没过失，喝醉了犯前面杀盗淫妄，为什么呀？他头脑清醒不会，酒醉了干出来，所以酒叫遮戒，预防的啊，不准你喝酒啊。酒的开源最多，因为中国中药很多药啊，是要用酒来配
这个配这个药方的，啊，应酬里头、祭祀里面都有酒，啊，但是酒上酒不能过量，酒没有过失。啊，菜里面可以有料酒，当佐料用的，统统不犯。啊，为什么？你吃这个菜不会喝，不会醉的吗？那个酒的量很少吗？啊，只是一点气味而已。啊，还有，还生病的时候，以酒为药的，那可以。啊，年岁大的70以上就有开源。啊，70以上身体衰弱，血液循环不好，酒能帮助你血液循环。啊，所以这可以用，但是不能喝醉。啊，所以前我们年轻时候在寺庙里看到老和尚啊，吃饭的时候他有一杯酒，那个时候我们初学不敢问啊，以后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讲的这个问题，老师把他讲清楚了，我们明白了，佛菩萨慈悲啊，需要用的时候给你用啊，不能强迫你不许不能用，不可以啊，这叫懂得啊。年老的人用药酒、中药泡在酒里面啊，这个对于帮助他血液循环，帮助他身体健康，这有帮助，可以用。佛菩萨慈悲到基础啊，是有开源的、啊。戒律不是死板的，每一条戒都有开遮吃饭，你一定要懂得，什么时候可以开，什么时候不能开。啊，需应当开的时候不开，你错了，你不知道佛陀的教诲啊，应当止的时候止，应当开的时候要开，大概开多半是利益别人，所以要有智慧，何学何用啊，要找机会掌握住机会，帮助初学啊。有很多人不敢学佛，为什么呢？戒律太严格了，我这一学佛这个戒我受不了啊，不敢学了啊，连皈依他都不敢。我们遇到这个机会要讲给他听，他听懂了，哦，原来这么方便呢，他就皈依三宝了，他就能受戒了。宣扬佛法，让他相信佛法，让他对佛法有好感，度他入门啊。我自己是遇到一次，应该20年前，
我好像是第二次是第三次到北京访问，住在旅馆，我下楼啊，正好有个朋友上楼，我们在楼梯上碰到美国的华侨啊，他在北京告诉我今天是他大喜日子。什么好日子啊？儿子结婚，新娘是日本人啊，这个酒席就在这个旅馆里面啊，来的都是贵宾，两国的啊，主婚人是政协副主席啊，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电影明星林黛的爸爸啊，请他做证婚人啊，碰到我了，把我拉去，也要让我去当证婚人，两个证婚人啊，一生一世啊，我答应他了。为什么呢？那一天来都是高官，尤其好几个部长啊，日本的大使啊，大使馆里面重要干部都来参加，这好机会啊，他们难得遇不到佛法啊，所以我就参加宴会，没有替我准备蔬菜，我们吃肉边菜啊，啊，他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酒啊，我跟他们大家敬酒，我旁边是廖承志，廖仲恺的儿子啊，他跟我坐在一起问我，他说你们出家人也能喝酒，我就把这个讲给他听，他佛法是这样的，他恍然大悟，他说那我们都可以学佛，我说是啊，怎么不能学啊，啊，我这一杯酒自始至终我陪你们就一杯，我不要再加第二杯啊，你们喝多少杯我不管啊，你们举杯我要举杯，我这里有酒啊，因为这个证婚人要上台致辞嘛，有十分钟讲话，我这十分钟就是把佛法介绍给大家啊，机会教育啊，到哪里去找啊，找这么一帮人找不到啊。啊，是缘分遇到了，要不是法不是啊。啊，好事情啊。啊，这些都是一些做领导地位的人，他们对佛法认识清楚，就会支持佛法，会护持佛法，会弘扬佛法，不会做障碍啊，他们听不到，真正听不到，没有办法接触到啊，所以我们碰到了一定要把它介绍啊，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佛教，讲清楚讲明白，所以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与中国人来说都是神仙啊，君子都不能去，贤人在君子之上，圣贤君子的国土啊，我们往生是到这个地方去啊，去了之后圣贤共住啊，那顺便提到的呢，
就是一定要重视，无戒。无戒不是人生，十善生于戒天。十善里面加上不倭寇、不绮语、不两舌，加上这三个，五戒里面只有不妄语。什么叫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是希望这两个人呢结怨仇，希望他两个人斗争。这两舌，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人。倭寇是说话很难听。这人没有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不会倭寇。这人傲慢，没有谦虚，都能看得出来啊。有的人能劝，要劝他。为什么他接受？有的人不能劝，他不接受。不接受你劝他，他跟你结怨仇，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五戒里头没有贪嗔痴，十善里头最后不贪不嗔不痴。升天道啊，这是天业升天必须具备的条件啊。那么这样的人学五戒学十善的人也念佛往生啊，所以称他为人天。有地居者人也，或在虚空者天也，这说法也说得很好极乐世界人有人喜欢在地面，有人喜欢住空中，喜欢地面他居住的宫殿就在地面，喜欢在空中他的宫殿就身在空中，得大自在所以这是故有天人之名。下面这一段是句比喻这一段很好懂念一念就明白了。举喻类型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乞丐，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他跟在帝王身边他的面貌他的形状可不可以同类？当然不能了，那差太远了。我们看这个念老的注解，注的简单，有举喻举比喻，
一显彼土众生容色之超胜，啊，一共做了五番比喻较量，较是比较，量是衡量，啊，这第一段是以其人比帝王，七十七盖，讨饭求生之人，形容枯槁啊，人间帝王，养尊处优，容貌丰韵，容颜光泽，以其人比帝王，则丑陋甚矣。他两个怎么比？一个是大富大贵，一个是贫穷到基础。那第二番呢？帝王比轮王，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遍也，啊，人间帝王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差得很远了，又不如了。啊，再以轮王，轮王还是世间的，跟天王比，啊，转轮圣王。世间威相第一了，要比起忉利天主、忉利天王，有佛丑劣。啊，这个世间转轮圣王、经轮圣王，统领四天下，跟忉利天比，差得很远。就像乞丐在帝王边一样，啊，那么第四就是忉利天王，跟第六天王比，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也不相类也。诸位要知道。这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魔王不逊，但天王是不逊，不逊佛宝大，不逊长得很好，第十天都比不上他，所以你要碰到他，一定把他当佛看待，你不知道他是天王啊。你看，以第十天比第六天，啊，他化自在天，欲界六天当中最高的了，啊，顶上之天，又接丑劣远胜呐，过于百千倍，文佛无法相比。啊，那么第六天王。跟极乐世界的往生的人比比，看怎么样？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有万亿，虽万亿倍也不相及待。无法比了。这是我们呢必须要知道的。不能比。那这里我们要问一问，你是愿意到第六天还是愿意到极乐世界？啊，甚至一般人想到第六天的人不多，多半想到忉利天，往生忉利天的人非常多啊，玉皇大帝是忉利天主啊，啊，比忉利天更高的
夜幕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第六是他化自在天。这些道理，这是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啊，真正把六道、把十法界搞清楚了，你决定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人间这些相貌不必说了。啊，何况人间的相貌会衰老。啊，有些帝王寿命长的，啊，走的时候超过80以上，也是现的衰老相啊，不是那么丰满的。啊，年轻的时候50、60还可以，60以后就衰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啊，这是真的。啊，念老在此地住得好，但若以第六天王比极乐世界之菩萨声闻，则不相及待。不可及，比不上啊，过于万万万亿倍，这都无法形容啊。极贤比国会众，光颜容色超世稀有啊。佛这种比喻好，让我们能深一层的体会啊。那么再看医报，所处宫殿，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宫殿、衣服、饮食，又如他化自在天王。啊，念老在此地住解说，又贤彼陀众生。医报超生，衣食住三者，皆如欲界之顶，第六天之天王。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他们居住的宫殿随心所欲，变化成就，衣服也如是，心想事成，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想穿什么质料就什么质料，啊，想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随心所欲，不需要去选材料，不需要裁缝，那真正是一切法心想事成。得大自在啊，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阿弥陀佛，是大护法了。阿弥陀是陀佛，是真正的靠山了，大施主啊！啊，他恭敬，无量无边的恭敬。啊，一切受用
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在极乐世界大布施、大供养，下面这一段显得这个重要了。至于为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也。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也，没法子说。前面我们读过神通，这智慧、神通、道理，这个地方讲变化，皆为为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写正报之为德品位，超世稀有。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啊，真正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也没办法陈述啊。佛的善巧是用一层一层天人来做比喻，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显示出正报啊，就是人生为德品位，超世稀有。为德为神功德，神之洞达，威力自在，住镇定居，觉证即果，故云为德无比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的威神功德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啊，这种威德很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他的威德来教化众生，来引导众生，极乐世界弥陀的弟子，他们也学会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在十方世界，不是教化普通的众生，连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能力教导他们，因为他们的神通道理同佛，神之洞达，威力自在啊，智慧洞达
这个洞是比喻畅通无阻啊，达没有达不到的啊，遍法界虚空界，确实跟阿弥陀佛一样，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啊，不是说一定要多高的地位才有，不是的，生到极乐世界就有啊！你要不想去，凭自己修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的任何一门，你一生做不到啊！净土往生就得到，这个账要会算呢、啊，要不然这一生呢，你空过了，你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多可惜啊！这个世间我们遭遇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智慧不够，威德不够，地位不够啊，没有地位，说话没人相信，没人听，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以后再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恩恩怨怨通通把它扫干净，为什么？都是假的啊！决定不能放在心上，就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问题就解决了啊！现前我不能解决，极乐世界打个转回来就解决了。就这么容易，就这么简单，能不去吗？不去，去不了，那就是经上常说可怜悯者啊！啊，世间什么样人最可怜？这种人最可怜，为什么？他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啊，真正没遇到他没福啊。你看《弥陀经》上讲得多清楚，不可以少福德啊，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他缺少善根，缺少福德，没有缘听到经，没有缘读到经，不知道天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对这个世间还有这个留念那个留念，错了啊！为什么不赶紧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你们有同学问我，我现在学什么？我现在学海贤老和尚。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看了，什么都不想做了，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要成就啊，下下品往生我也欢喜，我不跟人家争名位啊，极乐世界也如是。我学廉耻，学熬夜啊，下下品往生就很满足了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
啊，一生都听佛菩萨安排。佛菩萨给我安排的都是最殊胜的。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得到，要能受用得到。啊，无论在逆境、顺境、善缘、恶缘，都生欢喜心。不生烦恼啊，生智慧啊，身心舒畅啊，自在快乐无比。无量寿经会给我们，再说贴切一点，阿弥陀佛给我，释迦牟尼佛给我的啊，也印证了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学佛在一生当中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喜，你白学了，你没有学，你要学佛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学了佛之后，无论善缘、恶缘、顺境、逆境，没有不快乐的。啊，为什么？都在提升自己，这就像考试一样嘛。啊，看你还起不起心动念。啊，顺境、善缘，你生不生贪爱？啊，生不生欢喜？喜怒哀乐都是情志。啊，遇到逆缘，冤亲债主，你有没有忏悔？顺境善缘，不生欢喜。逆境恶缘不生嗔恚，永远保持那个心清净平等觉，咱们经题上的五个字，那是真的法喜啊！啊，无论什么境界，我们的心充满了清净平等觉悟，不迷啊。啊，对于顺利境界，善缘恶缘都是恩人。为什么？没有这些人的磨练，你怎么知道你的功夫达到什么程度？要经得起磨练呢。啊，每一次考试顺利通关了，都欢喜。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一桩习求没有，安分守己，这听天由命啊！天说，佛菩萨、老祖宗替我安排我在这里头锻炼，成就自己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不迷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法喜充满了啊，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所学的习是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啊，每个人从事的行业各有各的事业，出家人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
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他19岁出家，30岁证道，就是大彻大悟。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一天都没有空过，教学快乐啊，给大家来做分享。真自在啊！啊，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处理得非常好。啊，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实在我们不想留不是我们的本愿，我们的本愿是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佛叫我们留啊，那就留吧。啊，留在这干什么？做样子给大家看啊，像海鲜老和尚住世112岁，那是他的寿命？不是啊，他的寿命也不过就是70-80。啊，为什么多活了20-30年？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嘱咐的，修得很好，这个样子不错，样子很好，多住几年，给出家人看看，给念佛人看看，是这么个意思。你要能看得懂啊，你要能看得明白，然后你自然会心安理得。啊，要不是为这桩事情，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是威力自在，住正定居，住正定居绝对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如如不动。为什么能不动？全是假的。连现在物理学家、量子学家，他们都说出来了，这个宇宙之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科学家看到，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普朗克有一个学生很出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谜被他揭穿了，假的，幻象。啊，确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呢？念头产生的幻象。啊，累积在一起，我们以为是真的，全是假的。阿赖耶的3细相啊，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也叫境界相。啊，就是物质现象，它是从念头产生的。啊，这个科学家看的佛经，
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到现在，这些科学家累积了400年，追踪一个接着一个，才发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比他的报告还要深刻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年，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被全世界哲学家、科学家肯定的。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最难破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的现象。波动现象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波动现象？这个题很难。啊，物质跟精神都比较容易。啊，现在人研究念力，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念头。啊，念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念什么现什么啊？你看你念善现的天堂，你念恶恶鬼出生地狱。这从哪呢？念头生的嘛。佛经上讲的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般若经里的常说，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是由心生，心是念头，由念头生啊。所以境随心转，物质现象是会跟着念头转变的。你要真正相信这个道理，念头好，身心健康啊，身体是物质，它跟着念头转了，那最好的念头是阿弥陀佛。所以你真正明白到这，相信着，你一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寿啊，咱不说 无量寿，活到120、130岁是非常正常的啊，而且你不会生病啊。啊，身体被什么破坏呢？妄想杂念，通通想的不相干的事情，都是生烦恼的事情，都是有牵挂的事情，把你身体毁掉了，你自己不知道。我初修佛的时候啊，我的老师教我讲经的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他是很好的中医啊。他告诉我，他一生给人治病没有从用过药，他有把握敢说这句话啊。他学佛很谨慎啊，告诉我，依照内经所说，人的寿命正常的是200岁啊，你活不了200岁，都是自己把自己糟蹋掉了。这个话我相信啊。啊，所以佛法里头有长寿之道啊。啊，那么最长寿的一个人，迦叶尊者，现在还在鸡足山，云南的鸡足山。他寿命长了，要等弥勒菩萨成佛，他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啊，这个弥勒佛，弥勒现在是菩萨，那他要活多久呢？啊，好像他们计算出来是56亿7000万年。迦叶尊者要活
56亿7千万年完成这个使命。啊，他能活这么久，每个人都能活这么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求长寿，这个时间的长寿毕竟还是假的。为什么？他有无知的身体，这个东西生灭法啊，再长久的话寿命还是有终了的，到极乐世界去啊，不是肉身的，法性身的。啊，法性不可思议，非有非无啊，就是常寂光。对常寂光要有一点概念的话啊，常寂光是法身，常寂光永恒存在，不生不灭嘛啊，能生万法。能现万法，所现的万法也是不生不灭，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隐现自在啊！啊，他没有念头，他不是随着念头生的，他是缘，随缘，有缘他就现。没有缘它就隐啊，什么缘呢？化身菩萨跟他有缘，化身菩萨在没有成佛的时候，正得化身的时候他就现象，现十报土，让化身菩萨住，让化身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所以他提供一个道场，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化身佛啊，还不是，这个等于化身是感谢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啊，等到自己修成的时候就成功了，就圆满了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是个快速成就版啊，你要想快速成就，你就到极乐世界，那就没错了啊，这个世界全是假的，天上也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都不要留恋，把它放得干干净净。啊，我看如果缘成熟了，我会搞一个很小的道场，对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正下定决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在一起修行，万缘放下啊，跟出家人一样，你只有三衣一钵，除这个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来做功德主，我来做你们的护法啊，我来供养你们，你们的衣食住我负责任啊，我这一生修集的小功德我来做大供养，希望你们都成佛，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好啊，这是好事啊，大事啊！啊，建一个很特别的小道场，啊，让你在此地安心用功，跟大众在一起行，个人修行也行啊，找一块
地方，人挤不到的地方，有人到的会扰乱，没有人到的地方叫净土啊！啊，净土才能造成净业，净业跟极乐世界相应。这个很重要，应该要做啊！时代不一样了，整个社会被扰乱了，我们必须找个清净地方啊，别人不去的，因为你到我这来只念阿弥陀佛，你在家也可以啊，我这个地方经都不要讲了，就是一句佛号。啊，但是有问题，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帮大家解释清楚，断疑生信。就好啊。真发心真干有三宝加持，会走得很圆满。啊，下面讲戒位，戒地品位，得三不退，为其不处，故曰戒位无比也。戒是戒己，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是住啊，是行，是信，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五十一个地位，这是阶位啊。十方世界都是这么个阶位，你是哪个阶位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什么菩萨？这个地方给我们说了啊，得三不退，为其不出，就是等觉菩萨。现在诸位晓得的，普贤、文殊、观音、啊、弥勒这些大菩萨，通通都是等觉，不佛是后不佛，哪个世界佛入涅槃了，他到哪里去补位，到里面去成佛。所以得三不退，为其不出啊，不出再上去就成佛了。这么高的地位，所以说戒位无比，没有能比的。神通变化，经云彼土声闻，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又一切生者皆具宿命、天眼、天耳、他心、神足、漏尽等殊胜神通，如第十愿
云：于一念情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实实在在超过二尘，何况天人。下面念老告诉我，故云：未得皆位于神变三者，一切天人不能为彼，乃至百千亿倍也，甚至不可计倍的悬殊。这些话最重要的，我们要相信它是真的，一个字的虚假都没有，字字句句给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有福了。我们要拿它当作一个比喻神话来看，那我们就没有福，当面错过啊！这些我们都想得到啊。啊，一念情，一念时间很短呢、啊。他怎么样？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这个数字都是很难讲清楚的，太多太多了。通常讲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这么大的这个距离，大的空间，它在很短的时间，一刹那，就能够通通周边寻觅，去供养诸佛，它都做到了。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的概念，啊，时间空间不存在了。没有空间，给诸位说，没有距离，啊，再远再大，都在当前，啊，没有距离嘛，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亿万年之前在先前。就在现，亿万年之后也在当下，就在当下了。啊，时间、空间，科学家也证明了，是我们人类一种错觉，它不是真的。啊，这两桩事情。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列在不相应显法啊，不相应显法是什么？现在我们讲抽象概念，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不是事实，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佛把这个一切万法分类，分成一百大类，里面有二十四种不相应，就抽象概念分为二十四类，时间是其中之一，空间也是其中之一，没有时空啊，没有距离啊，到过去几千年几万年前，你念头一动，它就到就在啊。当前就是啊，那孔子孟子在啊，那就可以给他叫他交流啊，啊，几千年几万年之后的这个地球上是也在当前呢、啊、
这个能力咱们要不要？啊，所以就像四十八愿第十愿里面所说的，啊，周边寻利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修福报，供养完了要不要听经？肯定要。啊，听经听开示是修智慧啊，福慧也双修啊。谁叫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你的老师。你时时刻刻想起就去了，而且可以周边。啊，同时间，不同处所，同一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空间的诸佛菩萨通通见到了，通通供养到了，一个没有舍掉。啊，诸佛菩萨讲经说法通通听到了，通通听明白了，极乐世界可以办得到，其他世界没听说过。净土法门能办得到，其他的法门没听说过，这个要知道啊。极乐世界无论从哪方面去讲，太殊胜没有办法比啊。所以这个经劝大家多念，常常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念上一千遍这里头的意思你就明白了，你再看注解一点不困难，通通懂得。为什么？开悟了。一千遍小悟，两千遍中悟，三千遍大悟，五千遍一万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幕后我们把它这一段，今天把这一段讲完，啊，读完。结叹：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佛在这里勉励我们。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如是功德庄严，无法想象，无法称说，啊，称赞说明，没办法讲不完的，啊，这是略举几桩啊，让我们明了这种事情，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相信真干，你就真的受用。啊，不相信多学。一定要学会到我们完全相信，才能得到真实利益。